大家好，我是卢七耀。旺角一个长期以报纸档为家的婆婆，继去年9月之后，星期六凌晨再度遇劫，被怀疑南亚裔贼人抢走大约10,000元，并且在九前期间十。国家地理杂志举办国际摄影比赛，由本港摄影师攞到总冠军。香港人 Anthony Lau 凭住呢一幅在内蒙古拍摄题为《冬天的骑马人》的作品，攞到国家地理旅行者摄影比赛总冠军。作品亦都同时攞到人物组冠军。他在作品简介中入面话，拍摄的时候正值内蒙古的冬天，清晨气温在摄氏-20度以下。他见到一个牧民在清晨浓雾中驱赶马群，吸引他揿低快门记低呢一刻。而另一個在國家地理攝影比賽獲獎的港人是公開大學攝影系學生何永嘉，憑一幅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宿舍拍攝題為《寂靜》的作品，獲得城市組亞軍。當時就看到那間大學宿舍為何咁多衫掛喺度啊，咁亂啊，成啊，咁就引發我呢個好奇心，就去睇下呢間宿舍究竟係點樣樣啊？同埋點解啲人會啲學生會嚇，即係肯去住喺呢啲咁嘅地方？國家地理中意啲比較人文少少啊，想有啲人物去突出呢個環境嘅，有一種對比，咁所以就諗住將呢度相入邊有個人，咁我就諗住可唔可以試一試去參加個比賽，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咩突破咁。有兩張相入咗圍。但是就好好想过自己会拿到奖。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有其他消息。有团体举办青少年机械人比赛，参赛学生设计的机械人可以踢球，以至是参加拯救障碍赛，一起看看他们的创意。四个球员都尝试抢球。最后在混乱当中被他临门一脚射了入网。这个青少年机械人世界杯香港区公开赛已经是第12年举办，分三项赛事给中小学生参加。有参与足球赛的小学生说，虽然要经常留校准备，但是都是值得。真的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兴趣或者是一科的话，你就会觉得是很好玩。两个融合了，因为顺便可以帮我学到图形数学。而比赛都设有拯救赛，学生需要设计一部机械人能够自动侦测路线并且越过障碍物。有参赛者就希望继续改善设计，最终能够代替救援人员的部分工作。機械是沒有生命的，可能它可以代替我們人進去，可能做一些手藝的工作，或者看看視察下裡面環境。這個場地其實又要上斜要落斜，就是這些我們其實可以可能在一些有壓力的情況下，這樣就可以令到它爬上爬落，這樣方便救老傷者。這個機械人比賽也有舞蹈的賽事，機械人不一定要是人形，只要娛樂性夠高，機械人的動作配合到音樂的話，得分亦都會高一些。不過主辦單位說，近年的參賽人數越來越少，相信同市民認為本港的機械工業沒有前景有關。他希望政府能夠多些投放資源培養學生。美國早前發生第一宗自動駕駛汽車致命事故之後，引起自動駕駛安全的關注。德國一間車廠正係計劃研發新技術，標榜可以做到真正自動駕駛。Last time, I sent you an email with the two possible headline press pictures. 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take a look at them right now? Sure, I'll switch us to video call. I'm in auto mode now.真正不用操控，駕車就可以帶你到目的地。這些看似只有電影才會出現的情節，未來的現實世界是否都會實現？德國一間車廠就是計劃和晶片製造商以及駕駛輔助系統生產商研究，目標在2021年推出聲稱能夠做到完全自動的駕駛系統。按一按踏盤就能夠隨時切換駕駛模式，駕車更加可以在沒有載人的情況下自動駛走泊車和接回車主。Thank you. See you later. I will be back here and pick you up at 11. 要監察車的位置和情況，用手機應用程式就一目了然。
不過美國最近有配備自動駕駛系統的車發生致命車禍，引起全球關注。自動駕駛汽車是不是仲安全？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given this accident that we hear about in the news, that companies would be very transparent about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It's not enough to tell the driver you need to be alert, you need to tell the driver why you need to be alert. 雖然仍然有很多問題未解決，但業界普遍認為自動駕駛汽車是未來的大趨勢，但要在法例和科技上面不斷改進，才能夠令這一類汽車日漸普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跟住睇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气概况。风报道。美國政府披露過去多年嚟在戰區以外利用戰機和無人機發動空襲，導致116個平民死亡。但有非政府組織估計，美軍空襲造成平民死亡可能多達900人。為了打擊恐怖主義，美國過去多年嚟在一些沒有主動介入戰事的地區，包括巴基斯坦、也門、索馬里和利比亞等地，都曾經發動空襲對付懷疑武裝分子。美國白宮主動公布，在2009年1月至去年12月，在這些非戰爭地區一共發動了473次空襲，包括利用無人機殺死2000多個武裝分子，但亦都錯誤導致最多116個平民死亡。白宮說主動公布數字是要提高美軍和中情局打擊行動的透明度，強調無人機是保障國土安全的重要工具，但是認同需要制定指引監管使用。 So this is a powerful tool, one that has been used to great effect and one that makes the American people safer. Bu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establish a structureTo guide how that tool is used, not just for the remainder of this administration, but into the next one, and also to establish a regular mechanism for bringing some transparency to those efforts. 不過有非政府組織就估計，美國嘅空襲造成多達900人死亡，遠高於官方公布嘅數字。更加認為利用無人機執行攻擊任務係極富爭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就说，官方和民间的分析方法不同，非政府组织可能受到故意散播的错误信息影响。无线电视记者曾孝珠报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跟住睇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气概况。